的减伤有 30%， 这么高，但他没有给脚的减伤，还在这里擦脚。来了来了，啊，这个逼真是650啊。嗯，好，主色只能用杰刚地的筒子，但是没有杰刚，没有杰刚的光枪。这就不是有吗？是可以换光枪是吗？不能换，不能换，啊、不能换。他主色只有筒子，然后不给杰刚，不给杰刚光枪。这个，这我觉得，这650的鸡，两个鸡打停都没有的话，有点微妙哦。哇，这就是 narrative 高达吗？哇，好便宜呀、啊！光看这武装配置，我就觉得带650就有点微妙。看看这个网好不好？主要网 CD 多久？18秒，一次用一次就过热18秒。我觉得这武装配置，在650有点拉。嗯，槽还挺长的诶，近槽19，中槽22。面板的话，耐实弹只有8。怎么说，是先想被我狙屁股，还是先 PVE？ 你把 PVE 的币拿掉。嗯，射补、格补给的还可以，都是33。耐实，这耐实弹是跟没有一样，80。正好给他中槽插上满，那还能插点啥？不知道差啥就差点防御了。那我就训练场里看一眼。それじゃ始めよっか。好，这导引炮装备好法而死。这完全就是铁钢地了。是。哎呀，我操！手柄要没电。モビルスーツには三つのカテゴリーがあるから、有利な相手と不利な相手を見極めるのが大事。自分の役割が明確になるしね。这火神炮是5%的累积。20发，5个点。オールマイティで戦場の主力となる汎用型モビルスーツは、味方と連携して前線を構築、敵を圧倒することが大事。敵の強襲型から味方の支援型を守ってあげてね。手不扭弹继续，这好高哎！
两发直接停。哎呦我操，一发停，这个牛逼。那个跟战胜龙的那个差不多。垃圾。三连是打不成。这导引炮感觉好一看。这要网得住人，这要怎么网人啊？发动好慢，我操！哎呦，怎么是这样的问题？然后有点突出一个缓慢剑法的感觉，好整蛊。就是这神仙怎么反应慢？你看，如果有红利跟我冲过来。哦，网到了，这好像动作也没感觉减慢很多啊，应该是出不去了。但是减速还是在这里，减速，然后好像被网住都会强制消耗一个，强制消耗一点气槽啊。这个浮雕网有点搞笑，感觉效果没有特别显著。我觉得这个配置在600物里不算强啊，格斗反击是这个特殊，格斗反击是这个动作是什么？导弹骑士加光电刺激，还行。啊，这个配置去600感觉还不错，650觉得有点微妙，看人去了。